旅游度假就同城，放心有保障，说到就做到。同城旅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吃了我的药，保管药到病除，夫妻和谐，三年抱俩。我没病，你才有病呢！啊！简单配料，喝出满满鲜果感的纯真真酸奶。邀请观看《长相思》第一季。高洁丝禅意，保乳禅意，告别闷热，邀您观看《长相思》第一季。佛，快看，我当的比凤凰花都高了。风玄哥哥，你看看我嘛。王后娘娘，您该用药了。你为何不看我？你和书相比，自然是书更好看了。阿婆，苍玄又欺负我。没大没小，叫哥哥。哼，打架打不过我，个头还没我高，还想让我叫哥哥。要不这样，咱俩比比，谁先摘到树顶上的凤凰花，谁就为长。幼稚。哪里幼稚了？强者为长，弱者为幼，天经地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怕输。比就比。哎，你使诈。兵不厌诈。哎，四叔，你怎么来了？爹，笨蛋，你爹在前线领兵打仗，怎么可能突然回来？我赢了，叫姐姐。生气了？苍玄哥哥，好哥哥，我逗你玩的，别生气了。这个送给你赔罪，这可是九尾狐的尾巴，很稀罕的。哥哥，好哥哥，好看吧？好看，原谅你这一次。这是你最心爱的配饰。还是你自己留着吧。我就知道苍玄你最好了。嗯，哥哥，苍玄哥哥你最好了。嘿，奶奶，我爹和我娘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您不是说战争快要结束了吗？阿婆，你醒了！
娘，我想去找哥哥。叔母怎么还没来？陛下，奉母的时辰已到。传旨奉母。爷爷，这是我父亲的葬礼，必须等我母亲来。父王的旨意，岂容无知小儿多言扰乱？还不快跪下谢罪！你才无知，光长年纪不长脑子的无知老儿。你说什么？九叔，这是我父亲的葬礼，如果我都没有资格说话，难道你有资格吗？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纪，不好的时辰绝对不能耽误。夕颜一捧。娘，叔母，娘，夕颜一捧，你身为夕颜王子，却为一己私仇偷劫信件，导致援兵迟迟不来，巡山之战大败，我的夫君重义殉国，六千弱水族男儿尸骨未存。四嫂，四哥为国捐躯，我十分敬重，也理解四嫂的哀痛之情。父王，四嫂哀痛之下言行失常，还请父王勿要再责怪四嫂。菖蒲伤动空心，神志不清，把他们扶下去。我神志很清醒。陛下，自我父亲归顺夕颜，我们弱水族就是夕颜的子民，可仪鹏他却为了一己私仇，隐匿军情，罔顾将士性命。作为弱水的族长，我不能原谅他，我若原谅了他，我无颜回弱水。作为仲义的妻子，我更不能饶恕他。兄弟，把菖蒲关入天牢，叫秋官司寇审理，按照律例严惩。陛下，请看在仲义菖蒲的战功上网开一面。九叔，爱死我爹，我娘问我爹放人有错吗？为什么要抓我娘？抓起来。住手。坏人，你们都是坏人。好孩子，娘很想能看着你长大，可娘不能。娘太思念你爹爹了，等你遇到心爱的姑娘时就会明白了。等你遇到他，就把这朵肉木花送给他。娘，我会保护你的，你别怕。傻孩子。陛下，今天是仲义的葬礼，无论如何也要等葬礼结束。要好好听姑姑的话，娘要去找爹爹了。娘！娘！娘！
照顾曹雪。苍玄哥哥，看我摘了什么？我今日摘的凤凰花可甜了，你尝尝。苍玄哥哥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可你不能一点饭都不吃啊，把肉木花收起来。吃点饭吧。我娘为何不要我了？哥哥这么好，叔母怎么会不要哥哥？叔母是去陪四叔了，不然四叔一个人多孤单啊。那我就不孤单吗？你还有奶奶、姑姑，还有我呀。真的很甜的。好苦，没有一丝甜味。凤凰花很甜的，是哥哥心里太苦，才尝不出甜味。哥哥，你想哭就哭出来吧，哭出来心里就会舒坦些了。我常听娘说，朝云峰的桑葚蜜能解千愁，这是我从我娘那里拿来的桑葚蜜，咱们喝一点吧。来吧，喝一点。师父，是我太没用了，连自己的儿子儿媳都护不住，让苍玄这么小的年纪就父母双亡。师父，您安心养病，我会留在朝云峰照顾抚养苍玄的，从此他和小妖一样都是我的孩子。你不再回浩林
我已与昊陵王和离，从此只是夕颜子民，不再是昊陵王妃了。我去找医师会诊。去把两个孩子叫来。奶奶，阿婆。苍玄，如今你是朝云峰上唯一的男丁了，从今往后你要承担起保护朝云峰的重任。好。苍雪，小妖，你们是命苦的孩子，以后的日子很艰难。不怕的，我有奶奶、姑姑，还有小妖。我可是昊陵王姬，谁敢欺负我？阿婆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苍玄哥哥，不让人欺负他的。你们兄妹二人是这世上最亲最近的人，世事无常，人心险恶，无论别人如何对你们，你们都要彼此珍惜，守望相助。奶奶阿婆放心，我们会的。要你们发誓，一生一世信任彼此，照顾彼此，永不背弃。苍玄发誓，小妖发誓，同苍玄哥哥一生一世信任彼此，照顾彼此，永不背弃。奶奶让我保护赵云峰，可我没有保护好娘亲，也没照顾好奶奶，我什么都做不到。你们干什么？这都不明白，当时欺负你啊！没爹没娘没人要的野孩子，迟早会被赶出西岩山。你现在欺负，以后可就欺负不到了。野孩子，野孩子，没爹没娘的野孩子。月亮，你们快住手！再不住手，我就叫我父王把你们都抓起来。臭丫头，昊陵王已经昭告天下，和你娘和离了。和离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昊陵王不要你了，如今没有人给你撑腰，竟还跟西岩氏耍横，快点滚，要不然连你也一起揍。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快打他！
你好好待着别动，看我替你报仇。谁是野孩子？谁没人要？我是野孩子，我没人要。谁是臭丫头？香奶，香奶，香姐姐。与你相逢，有点点微醺，有点点开心。热微醺，邀您精彩继续。奶粉营养全全全，相思相守长相见。海普诺卡1897全面营养大满贯，邀您精彩继续。以后要是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别自个儿上啊，喊一声让我来。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站在旁边看着就行。嗯，你别害怕，只要我好好修炼，灵力会越来越高强，以后我会保护你的。嗯。待会儿咱们回去的时候，就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着了，免得我娘担心我。好。月亮那个混蛋说，我娘和我父王和离了，是不是真的？看来我也没爹了。反正我也在张云峰住惯了，以后我就留在张云峰，永远陪着你，好不好？好。可是你会长大，长大就要成家立业，到时候终归要离开张云峰，也要离开我。哎，只要我永远是你妹妹，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了。好啊，你永远是我妹妹，我也永远都是你的哥哥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一辈子在一起。那一言为定，一辈子在一起，我们两个永远不分离。一言为定。姑姑，你为什么哭？没什么。姑姑只是舍不得小瑶和你。舍不得？姑姑要去哪里？你爹爹战死后，西燕节节败退，如今陈荣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，姑姑临危受命，要领兵出征。满朝文武将士，那么多男人，难道就找不出一个能够领兵出征的人吗？为何偏偏让姑姑一个女子去？不行，我要去找爷爷。苍玄，姑姑虽然是女人，但同你爹爹一样，都是西岩的将士。虽然我不姓西岩，但自幼受你祖母的教诲，理应承担起保卫国家、保护百姓的重任。可是姑姑，我怕。别怕，姑姑答应你，一定会回来的。姑姑，我也是西岩人，我想和你一起去战场，帮你去打仗。傻孩子，你还小，
这个是当年你爹娘成婚时昊灵王送给他们的贺礼，你娘自尽时用的也是这把神兵，如今我把它交于你。赵云峰只剩下你和小妖了，姑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也要保护好小妖。苍玄，小妖和你不一样，将来你一定要保护好妹妹，这是姑姑给你的命令，你能做到吗？我一定会保护好小妖妹妹的。需要走吗？小妖，在娘心里最重要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，娘不在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。既然娘放不下小妖，就留下来，不要去打仗了。娘是夕颜的子民，这件事是娘必须要做的。娘答应你，很快会回来的。那娘说话要算数。那我们拉钩。西延王赵封西陵侯为王姬大将军，领兵出征攻主。王姬大将军所向披靡，凯旋而归。恭祝王姬大将军所向披靡，凯旋而归。别担心，哥哥会陪着你，我们一起等姑姑回来。让他们进来。
爷爷，我们听到有人说，姑姑，她。小英，你娘为了西延的百姓，在最后的决战中，不惜玉石俱焚，与魔头赤臣同归于尽。小英，你们都是大骗子！我不信，我娘说了要回来，绝不会丢下我不管，她一定会回来的。小英，苍玄，爷爷。苍玄，小妖还需要时间才能接受，这段时间你多宽慰开导他。爷爷，姑姑真的战死了。苍玄，你姑姑和你爹都是为了西延百姓而死，你长大后要效仿你爹和你姑姑，做一个保家卫国的大英雄。不，我绝不要和他们一样做大英雄，我绝不要和爹爹姑姑一样抛下妻子母亲，抛下孩子，让他们无依无靠，伤心痛苦。我要活着，我要好好活着，做西延的王。想要成为西延的王，比成为大英雄更不容易。这条路很艰辛，也很危险。我不怕，我答应了奶奶和姑姑，要守护赵云峰和小妖。只要能变得强大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好啊，爷爷等着你。爷爷，孙儿告退。苍玄，爷爷打算把小妖送往玉山，拜王母为师，学习修炼。为什么要把小妖送走？为什么不让小妖留在赵云峰？玉山遗世独立，环境单纯，王母灵力高强，也和你奶奶有救，她一定会尽心抚养她。相信爷爷，爷爷这么做是为了小妖的安全。爷爷，求求您，别看看小妖。爷爷，求求您，我会保护小妖的。爷爷，求求您。苍玄，以你现在的能力根本保护不了小妖，如果有人想伤害小妖，你也如同这般跪着哀求对方吗？我苍玄，跪着，永远走不到这个位置。躲在这里，我在给碧玉桑喂酒。这株碧玉桑可真是个酒鬼。王姬，该出发了。
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一定记得给碧玉桑浇酒，等他酿出来了桑葚蜜，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再喝，你不许提前偷喝。好。小馋猫。大馋猫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，别担心我，我可厉害了，无论是在武神山还是西岩山，我都混得开，玉山肯定也没问题。我给你带了一袋冰葚子，一罐今日早晨采摘的凤凰花，你不要舍不得吃，我会经常派人去玉山送的。你想我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看看，一定要经常看啊，不要忘记我。我一定会尽快去玉山接你回来的。好，我等你。背负我这一身的流光，不乱不慌，不悲不伤，竟然洪荒没有你的目光，只剩下空荡。经受我这一生的风霜，不争不抢，不失不忘，静目骄阳，没有你的阳光，空气只留下热浪，万物皆无光，只有你的眼明亮，随心去远方，看看太阳，满目皆悲伤，只有你的美伤，对影一弯夜光，来世携风雨，去世带走了四季，你不在，再好的风景皆无力。鸿蒙初开，人神妖混居于大荒世界，昊灵国物阜民丰，国力最盛，陈荣国土地富饶，人口最多，西燕国法度严明，军事最强，三大神族三分天下，使势均力敌。西燕王姬大将军临危受命，血战陈荣国大将军赤臣。二人同归于尽后，陈荣国是兵败如山倒啊，从此西燕国吞并陈荣国，三国鼎立，变成两国对峙。书接上文，话说朝云峰上有两个夷国，从此天涯分隔，永不相见。来，六哥，哎，六哥，坐这儿。六哥，多亏了你的神药，我吃了没几副就怀上了，这不，很快就要生了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嗯。挂上。作弊不可。小哥，可去送子药啊，吃了我的药，保管药到病除，夫妻和谐，三年抱俩。我没病，你才有病呢。哎，别走啊。哎，六哥，说这光天化日之下的，要不咱要点脸。
脸是饿了能吃呢，还是冷了能穿啊？我呀，我要钱不要脸。话说朝云峰、西岩王后有三子一徒，个个文武双全，才华出众。只可惜全都战死殉国，仅剩下的两个遗孤也被迫离开了西岩国，正可谓王孙王姬各东西，临别执手泪沾衣呀。胡说八道，明明都怕对方伤心，强忍着笑在说话，还什么执手泪眼的，说出的就是酸。小王姬送给小王孙一枚玉佩，言道：“玉佩如我常伴兄长左右，但求早日重逢，不再受别离之苦。”瞎编乱造，还玉佩，明明是一条狐狸尾巴。小王姬在玉山苦苦等待亲人的团聚，小王孙却在王叔们的排挤下不得不离开西岩，到浩陵国做质子。在那富贵温柔地，小王孙只把他乡做故乡，每日里陪着浩陵二王姬游山戏水，不问世事啊。怎么了？到了吗？到了。这里就是清水站，我要下车走走。不着急，慢点。这就是个很普通的镇子嘛，哪里能看出来是鱼龙混杂之地？你可别小瞧这清水镇，这是全大荒唯一一处既不属于西岩管辖，也不属于浩陵管辖的化外之地。我倒是要看看有多少鱼，多少龙，本姑娘把他们全都收回武神山，训练他们做坐骑。走。嗯。西岩小王孙到底有没有去玉山接小王姬啊？哎，你刚刚咋听了？世间人不都说了吗？小王孙每天只顾着陪着浩陵二王姬，根本就忘了玉山还有个妹妹嘛。是吗？无情无义，太过分了！啊！哎！哎！我肚子疼，我是不是闹生了呀？六哥，啊，你看看吧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我怎么给女人接生啊？我都到这节骨眼上了，我到哪儿去找接生的稳婆呀？疼死我了！六哥，文大一师，我们妖怪只分公母，不分男女，你就帮我接生吧，我要疼死了！好嘞，这就来。田椒，卖田椒，不甜不要钱。虽然有些粗鄙，但有几分野趣。哥哥，我们四处逛逛吧。好啊。哎，生了七个兔崽子，大人跟小孩都平安了。好。
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六哥，谢谢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大伙儿，今天的茶钱都算我的。你要好好的感谢六哥。谢谢六哥。甭客气。是呀，今日多亏了六哥在。哎，父老乡亲们啊，大叔大婶儿，大哥大姐们，以后谁家生不出娃，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，保证大家药到病除，三年抱俩，一胎生七个。哥哥，刚才那些胭脂粗制滥造，怎么竟然还会有人买啊？还有那些布料，摸着又粗又硬，穿在身上肌肤怎么能受得了啊？姑娘买香兰呀，都是亲手做的，能保平安的。你给你心上人带两朵回去，他肯定喜欢。他会喜欢吗？你买一个试试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哥。小哥，请问有何见教？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三号坚果，坚果中的大队长，好坚果就选卧龙，卧龙坚果邀您观看《长相思》第一季。背负我这一身的流光，不乱不慌，不悲不伤，竟然洪荒没有你的目光，只剩下空荡，经受我这一生的风霜，不争不抢，不失不忘，金木骄阳，没有你的阳光，空气只留下热浪，万物皆无光，只有你的眼明亮，随心去远方，看看太阳，满目皆悲伤，只有你的美徜徉，等你对影一弯夜光，来世写风雨，去世带走了四季，你不在，再好的风景皆无力，开始汹涌来袭，后来绝尘而去，你不来，再美的天地都浪迹。